我现在是有开还是没开？有开。走吧。你先呢？哎，抓紧。这个人在救谁的板子啊？只有一个。他是在找板子吗？找不到。然后这里也有人在找板子，左边，他们都在找东西耶，这该不会在找 iPhone 吧？那边啊，有可能哦。他有可能碰到整个飞到这么下面吗？奇怪了。等下去跟他讲好了。
脸都冰了。对啊，我的脸也很冰啊。再来，前面可以往上吗？脸还有，后面不够高、哦。好痛！等一下我头发。哦，头发，我也往上拉。走左边吧。啊，对，下去以后先要斜切，跟着线边边，然后一路都走，缆车都在左边，线人都在右边。这样子就可以回去了。好的，超热，太冷了。我踩在你上面了。先检查口袋都是垃圾的。嗯，是啊，走吧。拍一个那个路标。路牌，右边，左边，直走，要直走，跟着棒棒走，跟这根棒棒走，右边的棒棒最后会勾回缆车。比较那个，左边雪比较多，我在考虑。好，右边加紧一个，觉得需要加紧，滑起来比较好一点，但手好冷啊，算了。右棒棒就会切回去，这样我刚刚有看。接着
要跟着蹦蹦吗？接着我就不记得了，好像是可以沿着右边的线。Are you okay？啊，不用不用，这边都是 W 啊，对，都是 V 啊， Wonderland 的那个牌子啊， Wonderland 就是它的雪道啊。拍一张，这里就一了，所以 Wonderland 就结束了。下面是什么？啊？另外一个雪道到二期吗？所以跟着这个蓝色的滑，应该都没什么问题。很突然的，然后又要推老半天，奇怪。有一点不想坐，有点太冷。嗯，推走了，赶快走了。我这边自制暖气，赶快烘一烘。左右冷，脸都好冷啊。但是我旁边再拉出来就可以加强。认不出路来啊。这是去猫猫之地，
就是体验跳跳兔的横切而已，没什么，嗯，切几下，嗯，怎样？没有啊，而且你的解禁箱怎么好像都没有，我的怎么看起来都是湿的？哎，我到底湿了在里面，欸？什么都没事。因为我觉得我有血渗进。嗯。要帮你录吗？不用了。跳跳之兔。不要帮你录。不要。很安心的。而且就只有我们两个。对啊。嗯，等一下好像应该休过去又休回来，那里的雪更多，就冲出来了，就这样，还是我们这样直直过去。那里没有线，没有线，好，就这样过去了。就出来了。好像不多哎，欸，走别的。看一下时间，这一次应该就可以去坐别的缆车，47分，不用坐了，去吃饭吧。到底11点我开啊？嗯，为防万一起见，去坐另外一个小缆车，寻地图。继续走右边，
跟刚刚一样。有可能，还是快没电了。终于愿意充电了。要拔一下再。这段真的不好滑哎，而且我应该要用了旧的错误的姿势，我现在就要 ISO， 我的脚底板好酸哦。我是滑到要头晕，有太痛了吗？靠，好像没有。你在跟他连线吗？是啊。很难滑哦。4%，1%在那里充电。1%。一趴。他就刚不充啊，然后忍着要死啊，不行了吧？你要要开吗？没有，我在想这件事。看他能撑多久啊？好，开啊，反正我们就要去吃饭，摸不到。开不开？我在考虑。我不知道他到底有没有开始，用手机看好了。我再过来一点。不用不用，他正面就显示电池中啊，我不知道他愿不愿意。好了，就这样。他现在什么状态？录影状态。正面显示电池，但是是录影状态。走走走。走右边那条线吧。哪边？什么叫右边？就是直直走，不是往左转。这样子能去吃饭吗？可以啊，他最后会接回去，但是比较平。还是要做一次这个。
这也行吗？啊，是吗？是，但是他们我不知道这里是什么。我觉得这样子，我离那个更远。离什么更远？看来非得坐那个缆车不可了。坐这个缆车上去，就要去吃饭。那是我那台好像没声音还是怎样，你有声音啊，我有听到啊，你的有，我的没有。你撞到手？撞过，就是撞过来。哦哦哦哦哦！我先跳完院了，因为你那边我就只能在你旁边。没有啊，我以为我站的是对的，看来是太左边了。这个教练在这里很平的地方教鹤脚、台子脚。嗯，对，太平。妈呀妈呀！我今天有刹不了车的现象。但是那边其实很平，只是声音很让人在意。刹不了车。那就不只是声音啊，不是，其实不是今天刹不了车，我平常刹得了，我今天真的刹不了。是昨天前天那个很粉，刹车不用费力，所以你就越来越放松了。刹不了车都要扯出去，而且刚你往下走，我还冲到旁边去，然后再退回来。这样子有变慢哦。当然有啊，是好多停的路去啊。对啊，为了停下来，这也是个好方法。其实是不会融化的。嗯。但是。嗯，全身湿啊。嗯，还是我们到的是三楼。反正我有爬楼梯的印象，但是我忘了爬了几层。他叫我们换拖鞋的地方。哦。里面是木头地板，他还叫我们换拖鞋。他不叫我们换，我们滑倒了也是倒大霉。当然是换的好。我换了一脚也舒服啊。嗯。我印象中，我们上一次好像也是坐了这个缆车之后才去吃饭。真的吗？我根本不记得这个缆车。这个就是个啊，我们走走看，结果非得坐这个的不可的缆车。所以刚一路滑下来就是当初没有围这么多块，对不对？当初整个宽，然后随便滑。
然后就可以对着羊蹄山拍的路。刚刚那条路我们滑过 N 次，上次来也是沿着那个下来，但是它没有这样隔开吧？其实是，哦，你说左边右边哦，我不记得了。但是因为那个时候我们滑的那个时候是有点融化的雪，所以也没有怎么费力。然后今天就声音很大，我后来意识到那个波没有很大之后，我就管它去了，就速度放快没有关系。我不行，我会刹不了车，我知道我刹不了车，太危险了。雪超大，但是有比早上好一些些，毕竟它盖了一层。我现在有点不知道，我们这样为什么要来做这个？因为我们滑到，我刚选错路，我以为会接回去，结果那个接回去是，接回去的地方是那边是上坡，这边是下坡，所以有接回去，但是滑不过去，所以就只好再坐这个缆车。我想说，好像是。再坐了一次，又回到那个路的感觉。对对对对对，我讲错了。他们的统一制服 ，Evergreen 的感觉，而且那是 Phoenix 的。下去只能左转，还是可以右转。万载。我刚刚前面有斜坡啊，我会停在斜坡上。
headshot， 要岔就岔往之后，那里的雪超厚。哦，它往网子这边倒，也很好。换水。你把别人的胆子不是弄短，是我把网子弄低了，弄上来一点。好，就这样。有可能。走了。下去再拍，我现在只是要拍个照。拍好了。帽子里要帮我拿。嗯，超多超多。去屋顶拍。